朋友们，今天是七月十多号，我在巴图哥家，巴图哥肚包肉拿出来了。哥，肚包肉圆圆滚滚，白白胖胖 ，QQ 弹弹，可可爱爱。为什么要煮它呢？因为饿呀。你不饿吗？那就煮它。这不挺好吗？加水，肚包肉下锅。哥哥家乡的个大的盐啊，不是大粒盐。放它，多放点。再放点，再放点，再放点。好嘞。一个多小时，对，一个多小时才能做。先调个蘸料，咋了？要不要我帮忙这个那个？啊，不用不用不用，我来吧。其实哥你是挺好的一个男人的，又放牧又做家务饭啥的，这不挺好吗？是不是嫂子？是。那我就等着吃就完事了。等着吃吧。想吃天鹅肉，熟了。哇，这个奶白奶白的汤，这不挺好吗？好的呢，捞吧捞吧。看看咱们家的这肚包，你蘸哪个料？我蘸。拉出酱，拉出酱啊！行，你蘸这个料。味道咋样？没尝出来？味道没吃了。蘸料。哎呀，你会吃啊？啥话说呢？那个辣椒辣椒，越辣越好。哈哈哈哈哈！你喊啥呢？不够辣，再补点辣。哎呀，这可别辣坏了呀！反正辣了。晚上想吃啥？一会儿说吧。行行。想吃啥哥给你做啊，别客气来家里了。想吃天鹅肉。